它是一個非常炎熱的夏日，大家有沒有做運動啊？我知道很多人沒有做運動啊，所以今天呢我就眼睛去做運動，就是看人打排球耶、yeah！ 因為今天是這個的力圖打排球的日子，所以呢我就開始工作的日子，就是我這些窮的 slasher 就是有很多窮身份，所以今天呢我的工作就是攝影師，而這個的相機就是在拍自己，所以呢我現在就準備換鏡頭去拍回出面，是的，那我就一陣再見。要出了腳之後才能上手，所以我就可以休息一陣，因為我們力圖打排球的三位我們有備物武器的醫人我打排球的你應該很大力的，我盡力下手，等眾人開始離了，不要被這個人整算大力小我有醫人啊，很好的，我們有備物武器的醫人來了好，來瞄準一點啊，喂好啦，近一點啦，近一點，近一點，來這裡，來來我們就是搶啊超多應援物拎啦，同埋咧嗰度有一個超大嘅 AL 嘅，好似嫦娥蝴蝶。我暫時未諗到個形態點樣去形容咯，但係真係超多人。跟住咧喺啱啱嗰條龍嗰度咧，就可以有呢一沓咧有齊曬12張係One and All 啲相咯。咁就翻屋企同我一齊。交通消息直擊報導，而家呢個派應援物嘅隊尾已經去到球場嘅就嚟盡啦，係啦，已經去到個盡頭嘅位置啦，即係嚟到呢一個位先至係隊尾咯。今日嘅簡短 vlog 完結，係啦，咁大家就可以留翻9月去睇力圖打排球，耶、yeah！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片，就可以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仲可以 follow 埋我 Instagram 噶。我哋下次再見，拜拜！我食嘢先啦～